哭哭。好，来，再来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棒的好康哦，就是我们这团很有可能就可以拿到这个所谓的 Switch 哦，这个很妙哦。王道银行的 OLive 新玩法，其实它在1月5号上线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说，就是这到底是怎么玩。但是呢，自从它出了这个 Switch 出来之后，我就知道，哇，这个很厉害。而且我昨天还特别打电话去跟王道的产品 PM 再聊一下，说，哎，你们这个玩法真的还蛮妙的，对，因为。他之前的话，他是只有送什么桌菜啊，就是大家订一桌一起去吃，但那个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吸引力这样子。但他出现 Switch 之后，我就觉得哎，这个不一样哈、哦。对，那如果说我们这一团有就是标中的部分呢，就是主机呢，我就拿出来送大家。那游戏的部分，我就想说就留下来给我弟玩这样子，因为我弟他自己很喜欢玩，他自己也有买这个东西这样子。好，对，所以说这个 Switch 这个一台主机大概要2-3千吧，就是直接就是分给大家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现在跟我们这团的人大概已经有到200多人了，所以说我就从这200多个电话号码里面去抽出一个人，然后他就可以独得这个东西。好，也是谢谢大家啊，就是谢谢大家，就是都从我的这个推广代码进来哈，让我有机会就是多一些就是可以竞标的这个几率这样子。对，好，竞标的方式之前赖公务常常这样玩，哎、欸，那真的还不错哎、欸，这个刘小姐这样子。200多了，不是昨天才113。对啊，就是其实我这个还蛮厉害的，就是今天已经到210了，好，所以我现在就是还有很多的，就是可以竞标的这个机会，我大概还可以再标一档啦。那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你们也可以跟我讲说你们想要什么东西，比如说鸡排加蒸奶100份，那如果我标到就是找一个地方，然后就是比如说王道银行前面，然后就发给大家之类的，这也是蛮有趣的啊。不然的话，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还不错的。就是星光三月礼券5000块，这个也可以标啦，这个东西标到的话，就是可以再来办活动的话分享给大家，这个也是蛮好玩的。对，好，对，所以这个王道银行的 OLive 新方法真的很有趣。如果您自己本身也是有这个亲朋好友在，也可以就是揪团的话，你也欢迎把你的这个资料就是丢给别人，然后让他们就是来跟你这一团这样子。南部人 QQ 哦，这个 JA Shen， 哎，怎么办？南部人的话。那就是以后就是到南部去办活动啊，像我上个月也有就是到那个高雄去，然后有办活动，跟那个幼儿班的朋友吃饭这样子，哦，所以其实也不错。好，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